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鱼妈妈。我刚洗完澡，你给我变个妆面吧。行，那你想颜色吧。好的。他妈这次给买了好多。六一的话，你们跳舞都可以用上的啊。选一个。这个吧。行。看到我在干什么吗？梳头发呀。对，一定先拿到脏辫的话，先把它梳理通顺，抓紧这儿，然后给它梳理通顺，然后再给它分区。来，我先给它分开了，然后给它编，站好一半。开始吧，先给你编好一个。我已经编好了一个了。怎么样？是晚上那个脏辫呀？这个就是顶的时间短，但是好拆。来，我给大家出个教程，行不行？再坐那儿，咱们继续。咱们开始编，先把头发打湿，半干的状态啊。然后从头顶儿最尖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取一股，然后跟这个假发结合。然后假发盘过真发，咱们开始给它编了呀。这个呢是反三股，就是左右左右啊。你看，从右侧取头发，跟这个假发结合，然后咱们继续编，然后再从这个左侧取头发，给它往这儿编，然后再继续往右边，一直是左右左右啊结合，然后给它继续。然后到这边的话，咱们就该加那个假发了啊！大家看怎么加这个假发，然后从跟这个头发结合夹这儿，然后这儿甩这儿，然后在右边再取头发，一直是左右取左右取啊，反编的三股头发，然后咱们继续给它编，左侧取。这个一般网上的话没有教这么详细的啊。只有我，因为我是给孩子编的，大家也知道。然后这个时候在右边取，右边取之后把这一股头发给它结合，就继续再往下编就可以了。然后我继续给陈宇编了，大家学会了没有？学会的话扣一。我要给陈宇编完，就下边一直是这样，一直是这样。这个最后编到底啊，我习惯编到底，然后也可以用皮筋固定，也可以像我这样一直往下编，可以用火燎一下就可以了。大家看怎么样？不错啊。其实把前脸弄上去会更好啊，成语喜欢习惯留了，扭不去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脏辫，就是编的有点复杂，但是挺潮的。这个好拆，但就时间短一点，不过喜欢吗？其实这个别搭配裙子，搭配一个裤子会更好看。觉得好看的话扣一，不好看扣个二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妈，怎么了？我看这个快递已经放这里一个星期了，我们拆开看一看吧。行，拆吧。来，我能告诉你这是一个盲盒。陈宇头发漂亮吗？挺好的。换个衣服更好啊。哦。怎么了？一个残啊，泡水芭比。是泡水芭比还是泡水盲盒呀？芭比，这不是盲盒啊？不是。里边都有几个盲盒？就有一个。哇塞！再拆。芭比。再拆。哎，两个。几个？哎，这个肯定是芭比，我们给它拆。是芭比吗？它是有里边有好多个吧？拆盲盒，这什么？芭比。哦。这个是粉色。是粉色的芭比，你看它这样的，把它拿那个套的，把自己的关上。那你现在看其他的，再拆，都拆开。大家玩过这个吗？他给我要，给他买了一个，完这个也算是盲盒吧。头发，这个假发挺漂亮，这个颜色还我还喜欢。再拆，这个是他的衣服。哦，那你给他穿上衣服吧。它还没泡呢，你怎么给它穿？那怎么穿？泡了之后再穿。你因为呢？因为它外边这个是一个那个什么，然后给它罩到。那你赶紧给它泡一个哦，直接用水就行了。这个是什么芭比啊？就是泡水芭比。然后它是怎么会变色吗？对，它就会变成任何颜色。咱看看能变成什么颜色来着？成语给大家试一下啊，泡水芭比。它每次这样子。哦。深度不够哎。深度不够，就累了，行。哇，他那个头都变颜色了，成宇。对，这个就是能变什么颜色？看看吧。
泡几分钟啊？是这样吗？我看已经变色了。这么多。哦，咱这个是什么？我也不清楚。它这个就是什么？芭比泡水芭比？对，泡水芭比。是盲盒吗？是，应该是。你打开吧，你别等了，让我看看。我有点迫不及待了。啊，头发紫色好哇，变红色了啊！这个好神奇呀、啊！当然很神奇。啊，这就是泡水芭比，这就成功了吧？哇，没事，你就往那儿搁吧。这个成功，然后穿上衣服就可以了。这个假发。哦，行行，那今天咱们就泡水这样，然后你随后就自己这样玩，是这样吧？对。有人玩过吧？觉得这个好玩吗？我一直想要的，是你想要买了吧？满意了吧？满意了。要不别人都羡慕你了。好了，咱们收拾，咱们回家吧。今天是这个周六嘛，回家。周六周日我们都回家。嗯。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还想看什么？拜拜。拜拜。收拾一下。